不舒服。好，这个位，这个座位，这个椅子跟那些都喜欢坐在这里写日记，编他的一些心得啊，都可以坐，都可以拍照啊。这个曾经也有我们国内的邓丽君粉丝要买回去，对，价格是10万人民币，用50万泰铢啊，要把这一个椅子运到他们家里啊。但是也不办，这个也独一无二，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这一个啊，邓丽君。邓丽君应该她男朋友保罗21年选举的那个酒店，然后呢还是住这里，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段时刻留在这里。